那当陆航飞行夹克之间，巴拉圭行男总统露出灿笑，迫不及待立马当场套上。趁着双十国庆难得机会，蔡总统带着阿布泽试到六栋幺旅，但要合照了。 眼巴巴地看着友邦元首穿上拿在手中的飞行夹克，怎么摆都觉得尴尬。蔡总统索性，哎，这什么丢下几句话就扬长而去。原来是顾及总统威严，去后头换衣服。但为了这场地空联合演练，国军可是精锐进出。 运输机离地三尺，两尺，一尺敌机着陆，后舱门迅速开启，人员待命冲出。 CH-4拐 SD 精准着陆，重机突击队立刻高速驶出，两架次黑鹰空投悍马完美落地，扮演攻击军的红色眼镜蛇与红色黑鹰也成为全场焦点。 IDF F-16 超低空轰炸，英朗破表，挂上地表最强直升机阿帕契轮番火力压制，搭配陆军云豹 CN-11 战车结合特战部队夺回目标。对这个美军所假的这些讯息啊，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讯。与美军联合操演究竟有没有谱？国防部没说死，在国安元首面前为战备月成功暖场，率先打下第一场胜仗。接下来，长沙宇轩堂报道。